你还有几个牌子？三个。二二。二二二。给你个四吧，你给我个二。行。其实你拍小白的时候也是在消耗他训练啥的。他们来了，灰天来了。再守护他，把你也拍掉了啊！他守护的是他，对呀，把他拍掉，他任务就完成不了了。没有办法了，你为什么风暴我最强的人呢？你为什么风暴我最强的人呢？吹牛逼！我最后吹。不要过！哎呦！能才能让我们三个都赢呢？把一天和子杰淘汰。我没拍子啊！亮哥，你也拍我？四个。跟你这个笑真的是憨厚中透着狡诈，你知道吗？你在这站啥？你应该站一边儿去，这跟你没关系啊！这是，我也怕你的拍子有哪块再冲动的给我拍了，都火了呗，我这个。咱俩，不拍不行了。那给你，我不拍你了，杰哥，停止，行吗？我也不风暴你，你说拍你干啥？对你拍胡一天呢？我风暴的是林雨，我拍什么胡一天啊？那你拍我干啥呢？你不闲的吗？你就给我嘴还给我拍肿了。他们都说你多，说你有十多个，没有了，再拍绝了，绝唱了，穷了，现在就一唱，我这找人了，哥单挑是肯定是跟你是输了。我不拍你，你别人一过来都有点发懵，都有点人什么阵势，有点发懵那一天。没事，没穿的，放心，没穿的，懵了，没穿的，我故意的，吓你的，没穿。我这小心脏扑通。来回一天吧，来来来，去弄去，你俩别浪费时间了，你俩就够了。包去，包。哥就是他，就他欺负我了呢，刚才。你还有几个？还有三个。你就是三个了？对。我再给你俩，来。你有大拍子吗？我有三个的，你把三个的拿走，你先把沙子拿走。给，快，揣兜里，快速。躲起来，躲起来。你一共有四个，是不是？装好，装包里。得集中弄一个，必须弄一个。好，他拍到了。对，两个都破了。我也拍到了，两个都破了。一起交吧。同时，你还有吗？我还有。再离开多少个？还要离开两个。没找到拍子不行啊，兄弟。哎，找拍子吧。还是努力，希望把那个一天和子琪赶走。
然后最后再安稳的送小白一把，安稳的送小白一把。游戏我的风暴心是小白，小白守护的应该也是你。把一天跟子邪赶走。找不到啊，你为什么不去找呢？我们有一个问题，哥。什么问题？你为什么不风暴小白啊？什么？为什么不风暴小白？我感觉乐哥想来拍我们。为什么不风暴小白？我验过你了，哥。他有切星板。你啥时候动手？我动不了啊，他太多了。现在只有我们仨这个搭配才能赢。什么意思？如果剩你们仨的话，里边有风暴型，因为你有风暴小白嘛，你们仨这组合也是不成立的。对，但问题你现在几号？我二号，你共是二号，都是二号，你不够啊，两下吗？他四个，两下，那也要下，那也要下，那也要下。走。我天哪，哥哥就能送到队十二级了。我就回不去了。现在挺好的，哥，是不是？挺好，挺好。帮哥哥报仇。好的。Yes。欧了，搞定了。搞定了。搞定子琪了。淘汰了。嗯，你得搞那个，一天没了，结束了。小白，你现在怎么想？你守护的是守护子琪，子琪被乐哥拍到了，那你的任务失败了。对，我现在赢不了了，所以我现在在想到底要帮谁赢。但是乐哥要风暴的是你，乐哥风暴的是我，没骗我吗？没骗你，没骗我，那我没办法了，我怎么都赢不了，我守护的乐哥。凌云守护的是你是吗？凌云守护我，现在好像是个圈儿。是吧？哇！看不到，留给你的。为什么不到？他说你风暴的是我。我希望能让乐哥取得最后的胜利。我觉得如果他风暴的是我的话，我也接受。任务结束。好，宣布结果。余文乐和林允获胜，可以穿过大门，回到古代。我不要回去了，你必须回去，必须走。哥，你必须回去了。我不要回去呀、啊，必须走，不要回去，我必须走。古代没有黑黑喝啊，黑黑禁止，24小时就是一天。不带了，拜拜。狂风暴雨不理你，不同的你好呀，是你需要我随时随地。没看见，谢谢糊涂兄弟送的参与。我把球给吓掉了。其实我们是冤家来着，我是一家人。守护白敬亭，我守护的也是你。那咱俩就携手守护，走到最后。24小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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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4小时